今時今日泰國人做生意都好有佢一套啊！以前話日本人啲包裝夠得意精巧，其實今時今日泰國人嘅包裝都唔差，好似呢間咁樣一本本書咁。你都係咩咧？書喎，哇！一本本埃及嘅書打得開喎，原來正正係香水喎，香水一本書咁樣，再加上呢一個包裝造型賣相係咪好靚仔咧？呢一隻嘅埃及式嘅香水咧，先排咧網上邊咧大受歡迎啊！啲人咧又要網購又要剩咁樣，但係今時今日唔使啦，喺曼谷扎到就 VK Market 已經開咗店鋪。開咗店鋪之餘咧，除咗有大支嘅香水，靚靚仔仔大支香水之外，亦都有細支嘅香水添噃。不過造型賣相個包裝真係好靚仔。除了香水之外，其實還有其他副產品發售，例如這個是什麼呢？包裝挺漂亮的，原來是噔噔噔噔，是鏡啊，埃及神鏡。看我樣子漂亮不漂亮先。哇，魔鏡魔鏡，真的都不見得人了。好老实讲，呢一只个造型卖相个包装同阵味都好啱我，但系好可惜，我嫌佢浓得滞。点解？原来咧呢个系女性嘅香水，系女士香水，唔系男士。唉，咁啊真系可惜啊！如果系男士嘅咪好咯。咁虽然佢咧有细细支，即系都可以试试。咁但系始终个味道我又唔系咁咩，唔紧要。据称咧，佢嚟紧咧喺呢个Asia Tip 夜市会有间大啲嘅店铺旗舰店啦。咁于是乎咧喺 Asia Tip 夜市入边，可能咧有更加多嘅种类，甚至乎男性味道都有。咁唯有等到时喺 Asia Tip 夜市睇咧，几时开？好似话11月中啊。